隔壁邻居损失1000多块的花瓶。有没有想做他的冲动？这里是瑞穗的正义大卖场，货架散落。那个时间，我这里比较精彩了，不好意思哦。货架排一呀。瑞穗的农会超市关门了，估计也是货物大量倒掉，所以在整理。这边是统冠超市，也把门拉下来半边了，我们进去看看现场怎么样。全年福利中心的门也拉下来一半了，这个窗帘也拉下来了，估计里面也是在整理货物，可能都有受地震影响。所以我们现在暂停先离开吧，要晚一点，我们清好就开了。瑞穗大桥没有问题，下面的车辆正常行驶。这里要断一根线了，不知道是有线电视还是电线，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受灾户。哦，很好。哎呦，我电脑倒了，还好那台电脑没倒。我是左拉，感谢收看，欢迎订阅。